一块多一包。今天那个姜辣鸡胗锅啊，不管同行怎么骂老爹，今天老爹呢就是卖一块多一包。咱们的哥哥姐姐啊，不要再去拍别家19.9只发七包的鸡胗锅了。现在呢，厂家自己卷自己，直接给咱卷到了整整八大包啊，并且呢，每包都是200克的大分量。还不够啊，另外老爹还能挂一张5块钱的优惠券，咱点开下方链接领券去下单啊，直接是14.9给咱发整整八大包。厂家控价之后呢，优惠券随时关闭。咱家这个鸡胗锅呢是香辣口的啊，看一下里面都是满满的小红油，特别有食欲，并且呢选用的都是鸡胗锅的小嫩芽，没有后边那个老梗啊，香辣鲜香，丝丝入味。像咱平常呢夹个馒头了，配个粥了，配个面条了，或个米饭了，怎么搭配呢都是特别好吃。它的口感呢就是微微辣，微微甜，微微咸啊，口感呢特别适中的一款鸡胗锅，咱拍回去啊，一家老小都是可以吃的。哥姐妹啊，现在呢厂家都已经卷到了19.9给咱发八大包，另外老爹啊还挂了一张5块钱的优惠券，咱点开下方链接领券去下单啊，直接是14.9给咱发整整八大包。厂家控价之后呢，优惠券随时关闭，趁着这活动啊，咱赶紧去楼单，点开下方链接看一下老弟的券还有没有啊，如果是14.9给咱发8包的话，咱赶紧去楼一单。